为提升年轻一代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能力，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与新加坡科学中心携手推出新计划，让本地中学生和高等学府学生一同为解决社区问题设计方案。新计划希望启发学生运用包括科学、技术、工程、艺术、数学、设计以及人工智能在内的各种手段来解决社区里所碰到的问题，像是燃烧金银纸的风险等。在计划第一阶段，参与者能够体验一个完整项目的周期，从识别问题、寻找解决方案和不同利益相关者沟通到制作原型。在计划第二阶段，参与者则能将在社区伙伴的反馈更深入地剖析问题，并优化他们的解决方案。I have in mind is to inspire our students to be more creative, specifically to apply the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that they have learned to solve practical and real-world problems. In this way, our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 world and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for all.目前这项计划已经在淡马锡理工学院开始实施，预计接下来将扩大到更多学府，包括义安理工学院和南洋理工学院。